Chase. Yeah. Give a yeah. Good job. OK， 这个线我基本上不需要再帮下路，我们不吃四甲虫。 压的有点过，解脱者。嗯，王子跑，能跑吗？ 有点高，红蓝 buff 没了，我靠！嗯，可以。 舒服，这太好了呀！亏还是亏了一点，亏还是亏了一点。 如果我这把能超神的话，我就抽一个5000元红包。超神，你们觉得难吗？其实还好，可以。 这你都不打钱吗？你还要摸我？过来掩护的啊！虽然我开局不利。
有点小惨，我这不能放个野。给你个针眼啊！下路有点小惨呀，三个。吃个红，二比五，可以，太棒了，单杀，今天运气可以，今天运气不错。六级了，你懂得，这个月我们搞事。我觉得我有点心慈手软，我觉得他们打得太单纯太天真了，既然这样的话我可能要打得刚烈一点了。我将换一个打法，你会发现我能打回来，非常的有韧性。在上路排完眼，突然来一手消失。听说你刚交了闪现，杀我！听说你还把弱者退散给交了。还有秒表，别挡我位置好了。这个人太胆子太大了，非常的奇迹。野怪
刚才就是这样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安心的刷一下野怪，好，很棒。好，再来抓他一波，他没东西了啊。你看我换个打法，是不是马上就能打回来？是不是很猛？别着急，接下来我还要杀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连杀。都时间到了，有回音吗？有回音吗？不亏的，可以的。这个萨克起飞，上路起飞，火龙我的了。这波最好帮我一下，不然我们可能会被烧死。没有惩戒，无惩打龙，来一杯吧。可以。我现在不能开弹幕，我一开弹幕就会延迟一点点，会卡。但是你们送礼物我又看不见，怎么办？有没有人送礼物？刚才我没看到的，有没有？有点慢，回头去。叫闪仙海，哇，笑我古拉加斯，我古拉加斯可不怕。再拆一个塔，完美，我只能说完美。不过要不是晚了的话，他也不会杀。
摸一下。再摸一波。好嘛，你们打支援，我就拆他塔。这打野在下路，这个塔下不掉，行吗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被拿了三伤，我靠！僵硬，僵硬。他居然还想杀我。居然对我古拉加斯有杀心。好，这个龙我们收了。在吃龙之前先把这个吃，这还是很重要的。20块，哎我，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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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居然他们敢接战斗，这么胆子这么大吗？听说这个打野现在叱咤风云，我肯定要丢他做人啊！十四成书，这要把他杀了呀！哎，很舒服，好。509，回首望月，我独创的一招。怎么讲？这条龙。我感觉对面有点想法，但是他的辅助在上，我觉得他们不能吃。赶快推他们个中塔，我有闪，我们再推他们一个下塔啊，你在逗我啊，这么猛吗？这些人都这么猛吗？人头到手，我死了，怎么这样的，我没了，居然被烧死了，我靠，虽然我手速很快，但还是被他掏了一下。来个大红包，来个888块的大红包。我把金身做出来啊！我现在直接出的巫妖，有点嚣张。Oh yeah！ 来来，看我下去。
铁男四杀起飞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。刷野好快。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包他。好像不行。哦，嚣张的呀，又是主，可以来看看大龙搞一搞，心态炸，没错，对面心态爆炸，炸裂，我现在伤害很猛，有回应吗？有回应吗？他跑不了啊，没了，人头到手。哦，来来来，大龙，我觉得大龙可以搞一下。大龙搞一下。来一杯吧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还是别打了，不太稳。哎，那这个就可以搞了啊！我们大龙如果被他们抢的话，他们还真的有机会。大龙不抢，他们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那这把打野死了。这龙如果我能丢的话，我真的就一头战死，我把电脑吃了。三十 CD， 回家再来个 CD 锁。四十 CD， 很多弹幕说我躺赢，说我古拉加斯有点混，各位同学怎么看？你们可能会反驳说高端局这种表现已经非常 OK 了，怎么能说混？你是乱说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吧，这个你恐怕胆子大啊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并不是我打的好不好，这一盘我到底打的好吗？打的不好吗？其实不是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很多人他不认可你。你怎么做都没用，你怎么做也没用。为什么他不认可你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不了解你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要有耐心。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，就是你点一下关注，看我是怎么一步一步上了王者，是怎么一步一步混到了王者。这个时候可能呢，你就会对我有些认可。虽然我年纪已经三十几岁，但是无法阻止我上王者的梦，因为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买不了东西，哎，很烦，很尴尬。不是很帅，我靠！这时候来个金丝一出出门都帅，我差几百块钱，哎，对对，重新来，重新来啊！
虽然我已经三十多岁，但是无法阻止火上王者，因为曾经年少爱追梦。感谢阿蔡同学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好了，谢谢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，心变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。蓦然回首，情已远。很舒服啊。好，进阶了啊。接下来我们